大家好，现在12:23啊，给大家看看今天北京啊，真的是感觉到了世界末日啊，这个沙尘暴程度非常的严重啊。这个显示这个有个站牌子，公交车，这是车公庄西啊。这个左边就是东边啊，那个就是二环，那是西二环，它是高架的，高于路面的，在上面的高架的，那个西二环北边是西直门，然后往阜成门方向，然后左边有个地铁站，地铁站呢再左边就是梅兰芳大剧院，梅兰芳大剧院的老板姓翟，这个他老婆就是原来北京电视台的著名的主持人。叫余生啊，然后这个翟总的亲弟弟是我1990年时候那个邦尼炸鸡店 （Brownie's Fried Chicken） 的我的同事啊，这个我也到梅兰芳大剧院看过京剧，但是他那个京剧有一个是表现广州起义的吧。什么叶剑英啊、章太雷呀、恽代英啊，表现这个，但是那个严重的和史实不符。然后当时我是在新浪，在新浪那个乐居，不是有那乐居论坛吗？我是一个1万多人的论坛的版主，然后新浪乐居组织我们这些人，都是各小区这个业主的维权的活动的积极分子，我们那会儿还算媒体。说我们是媒体，不要票，给我们安排进去了。我旁边就坐着一个女的，四川人，说是这个剧的，副导演。我说这个跟史实严重的偏差呀，不符啊。她说这是源于生活，艺术高于生活啊。这个梅兰芳大剧院，然后旁边再往右，那个高楼上有一个大的通讯塔，哎，那也是我的客户。那是北京市交管局，北京市公安局的公安交通管理局，我是跟他下边一个处，叫特勤处。特勤处就是这帮领导人，国家级的领导或者外宾啊，到中国来访问，他们负责路面上的勤务。他们有一部分就在交管局这个车公庄的大楼里，有一部分在哪儿啊？在帅府园儿。帅府园儿也有个交通中队，就在那个里边。哎，是吧？那边属于东城交通支队，什么帅府园中队啊、东四中队啊、和平里中队啊，当然现在叫大队了啊，都给他们升官了，都涨工资了啊。然后再往西是一个大的居民楼，一个大筒子楼，可能是新华印刷厂的楼。然后再过来就是北礼士路的路口，往南有一个是梅州东坡吗？不是吧？叫什么？我想想啊，湖南菜还是川菜？叫什么园儿？好像我现在忘了他那名字了。那餐厅，我在那儿也吃过饭，那是个老字号，早点什么的还不错啊。午饭也到那儿吃过，应该是川菜。有一年在那儿吃早点，我还遇见了一对儿北京的老夫妇，岁数比我大，但是他们生活在广东，好多年不回来了。我还跟他们聊了半天啊。然后旁边有一个大厦。那个地儿就是原来的新华印刷厂，也是我的客户。那个大厦前些年出了一件事儿，有一个女的，也是一个外地朋友吧，在北京生活的，好像刚生了孩子没多长时间，是河北人是哪儿的人呀？反正是，大家可以查查那件事儿。这个不是有那个热水井吗？地下的井有污水，有自来水，还有热水。结果那热水井周围吧，可能它渗漏，就把那周围的地都给泡软了。正好这女的她也倒霉，走到这儿的时候，那个地突然塌陷了，结果她就被那个热水井里边的热水活活给烫死了。就是这件事儿。然后再往西没多远，就是也是新华印刷厂的地儿，叫官园批发市场，官批。啊，我在那儿买了好多迷彩服啊。
买了好多玩意儿啊。那会儿还带着我的孩子、儿子、老婆，我们都一块儿老上那儿去逛去。那儿能停车呀，不被贴条啊，对吧？后来这个官员批发市场也给关停了，是吧？现在这个北京啊，这个城市已经变得啊，自从蔡奇这个孙子哈，这蔡奇来了以后，真的北京变得越来越没人味儿了，啊，什么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？难道大阅兵啊，两会这叫首都核心功能吗？是吧？2000多万人，甚至有的说3000多万人在这儿生存，是吧？在这儿吃喝拉撒，繁衍生息。是吧？上班、工作、生活、婚丧嫁娶，难道这不叫首都核心功能吗？你一个政府的存在，不是让人民过得舒坦吗？对吧？你是政府，是为了人，是为了人民而存在，而人民不是为了政府而存在，这个不能颠倒，不能颠倒黑白，道因为果，因噎废食，对不对？所以。啊，这个动批动物园那儿买点便宜衣服，地下室也都没了吧？都给强迫搬走了。阜成门外那个天意吧，天外天啊，天坛那儿那个虹桥市场，我到虹桥那儿给我儿子买了一个大的那个1000多块钱啊，买了一个4轮的大摩托，小孩2、3岁骑着玩儿，都没了，那些市场全没了。这有多少人的就业都解决不了了，后来又治理什么拆墙打洞，啊，连我哥那房子的人都给轰走了，对吧？这个少了收入了，啊，我们那儿那个残疾人卖大饼的，一个月4000也干不了了，那小伦，对吧？什么治理天际线，连我住的望京我那小区，连那标牌都给拆了，还有我租房住回龙观那小区没了。你怎么看怎么别扭，现在听说又在往回找吧？那你早干什么去了？对不对啊？你们就来回拉抽屉，净干这些丧尽天良的事儿，折腾老百姓、劳民伤财，你们不管呀？大领导大脑袋一句话，对不对？主帅无能，累死三军啊！就是这么扯淡，是不是？北京这个气候很可怕，太可怕了。哎，幸亏我逃出来了啊！呵呵，大家啊，该颠就颠吧，是吧？就你天天闻这东西，你不得少活10年20年吗？对不对？北京人就是叫什么？捧着金碗讨饭吃，是吧？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，尤其是北京和上海，随便卖套房就颠了呗。你还惦记着，哎呦，我这个在北京，我得有个根儿啊！你还活多少年呀？你想不明白，是吧？有些人这脑袋瓜子都让人家洗脑给洗傻了，脑袋瓜子都让人给洗木了，对不对？再见。